那就一个近的，来吧。你是演的花木兰是吧？是的。对。可是花木兰的妆是不是比较好看一点？花木兰的妆它其实就是女的那种，但是它也不脱它的英俊的感觉。它还是女扮男装嘛哈，就是稍微可能眉毛就画的粗一点呢。可是这个是能吃的吗？不能吃。但是是那么美的表情。我觉得其实化了这样的妆，其实眼神都不用凶了，就化干嘛要凶？就化了之后很有感觉，因为当时我学的时候，那位老师说就是他是要你有神气，对，要有神气，但感觉就是这个妆就已经让我很有神气了。那眼睛里的东西和化的，我能够帮助你，但是你眼睛里的东西还是要自己。天平。你要雷同哎、欸！你要，我老师，你给我雷吗？他是应该按他的雷同是雷的，我学的不假哦，所以不是你雷是吧？好，因为一般的话，戏曲的话，男的都有雷同是不雷的、女的我们就包头。嗯，先打个底。老师，我现在眼睛紧是对的吗？就是自然。我要抽的很紧，越抽紧它有缝隙，它的粉越容易进眼睛，你就自然的闭着。我也睁不开眼睛了，就是。比想象中的好看。你是老师的手艺好。其实就看得出来是我的。是啊。对。掉起来就看不出是你。那什么？就戴上掉起来就看不出是你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问着吧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是你。老师还是得看出来。蜡笔小新。眉毛粗吗？可以了，老师。还没有，没画好，这边眉毛。我没有，我说这个粗度可以了，老师。哦，没有，我在台上根本看不出来。好的。你把那眉毛一勒，然后你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眉毛还小一点。可以了，老师。我的脸，我这人生画这样的妆。我下次如果再有机会办的话，你就给我画浮夸的那种，都没的那种。这次办第一次，肯定我还是得要让全国的人知道我是谁，让他们知道我可以的。